是阿仲，现在来看一下兔子，它昨天来的，已经过了一夜了，看它们恢复的怎么样。好像这些兔子不怕人，它一点都不怕我。昨天拉稀的那一只，它的整体状况也好了很多。他们恢复的还是不错的，一点也不怕我。其实我们昨天才刚认识，到处拉的都是屎啊。吃什么？这几只是精神最好的，我先给它们补给一点粮食。哎，我准备给你水的，但是它们把水槽里面拉的都是屎，我得先清理出来。才能给它水。凉白开，不要啃我手好不好？这一只最活泼，也是跟我最亲近的。其实我们昨天才认识。好像他们无所谓一样。这只是昨天拉稀的那只，看起来状态有所恢复。它现在拉出来的已经不是很稀了，有点偏干的那种状态。所以等一下我还要给它喂一点那个拉稀药。这是拉稀药，给它再喂一点。来来来。但是喂药的时候，我必须揪你耳朵，要不然你不抬头。是，你不吃药不会好的。再来一点。我知道很苦，哎呀，都弄我裤子上了。行行，不吃了。它有点，看这是昨天运输的时候拉稀的时候粘在毛上面的，这个东西慢慢的自己就掉了。我们最好不要去清洗，容易着凉。刚过来嘛，它嘴都是歪的，歪嘴。这个耳朵不是我揪的，它来就是这个样子。好了，放它回去吧。让自己再恢复一下。